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今日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中华民国成立105年的双十节国庆日，请全体肃立唱中国的国歌。请向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、喇仙总统蒋公宗正遗像行三鞠躬礼。一鞠躬，起；再鞠躬，起；三鞠躬，礼成。请我细佬亚巴罕兄弟以正宗广府话恭读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的遗嘱。老子致力搞国民革命，成40年。为了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，有成40年的经验，心捻只想达到这个目的，就必须唤捻起民众，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，来共同奋斗。家阵革命仲未够成功，凡是我的同志，不能该依照老子所写的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、三民主义，拉埋第一摆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，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，拉埋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唔该用最久短的时间去搞捻掂佢。是所自足，中华民国14年2月24号，礼拜二，宣文。请我细佬亚巴罕兄弟继续以正宗广府话恭读先总统蒋公的遗训。自老子15岁以来，就跟捻住孙总理搞革命，无时唔以住耶稣基督拉孙总理的僆子居，无日唔为扫除三民主义的障碍，建设民主宪政的国家艰苦奋斗。近20多年来，台湾省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，并且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势力展开政治作战，反共复国大业方其日新月盛，全国军民、全党同志绝唔能可以因为老子兵改拉齐而怀忧丧志，无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我哋国民党政府领导，奉三民主义为无形嘅总理，以复国为共同嘅目标。而中正的精神，自必拉老子同志同胞长相左右，实践三民主义，光复大陆国土，复兴中华民族文化，坚守民主阵容，为老子不生的志士，实亦是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即自拉战斗决心，唯愿寓亦坚持百忍，奋励自强，非达成国民革命责任，绝不终止，似勤似勇，无怠无忽。中华民国64年3月29号，礼拜六，蒋中正。反共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还我后生打倒共匪。